口，有一丛大树，伊的头毛自然翘。鸟仔会当伫顶面来做秀，伊甲人斗阵无怨无仇。大树甲公同款发嘴笑，阿公的嘴笑两三支咻咻。袂当予阮来海牵手，袂当予阮来海牵手。庙口有一丛大树，伊的头毛自然翘，鸟仔会当伫顶面来做秀，来做秀，来做秀。伊甲人斗阵无怨无仇，阮的大树卡。海来海去，免惊伊的嘴手结归球。大手啊大手，保庇你的当两回收，好鸟仔做秀，陪阮佚佗解忧愁。各位，海洋之声啊，网络电视的朋友，大家早安，早安，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伫这个早起时呢，十点到十一点呢，这个台湾母亲的名啊、哦、来收看啊，各位这个观众呢。啊，你可能会感觉讲，今天那由我安慰贤的主持。啊，首先呢，我甲大家来做一个报告啊。因为这个台湾母亲的名哈、哦，是这个台湾百合文化学会啊理事长王妍妍啊，因为伊今天呢，就是咧筹备伫永安六点半加九点半，好、哦，要伫这个。啊，美村公园啊，举办的这个采梅啊，所以伊无时间啊，临时呢啊，请这个小弟安慰员呢，好、啊、来个代班啊，所以请各位呢原谅啊，因为王妍妍老师呢，伊首先呢，伊嘛有邀请这个今仔日的来宾啊，李玉山。啊，来谈有关的这个哈设计，还是这个有关的这个材料，哈等等的这个伊的专长啊，所以这个一点钟的节目呢，那么我们邀请这个李玉山呢，啊，伊来甲大家呢做报告。啊，这个李先生，你是不是甲这个咱的台这个海洋之声哈、哦、网络电视这个？朋友呢，大家问一个，这个早安。好、哦，谢谢。海洋之声广播电台观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李玉山直接向各位观众朋友呢拜一个晚年，因为咱台湾人嘛是过了十五过早算过年了嘛，哈。啊，即卖也算也过年，啊，先给咱拜一个晚年，大家平安。李先生哈、哦，
根据我的了解，啊，是是啊，你是对这个装潢哈，啊，为少年呢，啊，就做个建筑师哈，所以你对这个装潢，你嘛有真研究啦哈，所以我今晚要请问这个李先生哈，就是讲一间这个房屋，啊，在室内要装潢，啊，啊，要来改建，啊，这个设计方面哈，啊，加。这个时间要如何时间哈？我请问呢，你甲大家这个啊观众呢做一个这个说明啊。好，谢谢。如果那是一间厝，那是家己起的，咱当然是着爱规划啊，落下人的八字，用路径来去画，看你的厅伫多位，面床位伫多位。房租人房伫倒位啊，孝亲房伫倒位，啊，个重点的就是厕所，厕所要爱摆倒位较好。啊，有个人未晓的，用厕所去改摆伫两边，那安尼就真大的出入。那是摆伫两边的话，大对身体方面是真大的影响啊。这个我的下过去讲装潢啊，吼，为个拢看拢摆伫两边，也是伫厝的中央，啊，这拢较无好。啊，那是讲刚买边呢，吼，这都无话讲。啊，那伊都原地建设公司，啊，都已经为着这个方便啊，画图方便啊，施工方便，大部分。伊个厕所拢伫中央啊，正派倒派个厝，迄个通讲，便所讲啦哈，较方便啦。啊，那当然咱也是家己有厝有地，家己起个，咱就较好计划讲，咱要按怎样来设计啊，来施工安尼。啊，顶回有讲过，就是讲咱迄个。门啊，哈，一间厝诶，门是介重要。门是介亲像咱人诶嘴，咱若嘴那是无虾米气格，安尼咱食饭啥、种种要创啥、要讲话创啥，拢是真方便。啊，甲门诶嘴门同款，你若是未开始设计无利啊，哈。安尼以后，咱人伫遐出入，多少影响。当然啦、啊，有个人那是修了好，修行了好，已经脱离这个五行之外，这是不再来。啊，唔过各位讲到倒来，啊，咱的心明，我曾经嘛是有向归来为迄、那个。地理师，啊，伊地理师伊嘛是用叫我去改迄个无理的，所以用这个中间啦吼，我真有亲历去甲研究探讨。甲地理师探讨来讲，伊曾经我有一个警察朋友，伊结婚几啊年，啊，佫无法度人调胎生产，啊，叫地理师去看。啊，地理师讲迄个方向方位无妥当，啊，就阮就去甲伊定咧，方位定咧，啊，了后啊，过无几年，安尼伊真紧就生一个宝宝，啊，我那嘛伊生宝宝也足欢喜，啊嘛，请我去啊，按大家坐咧安尼啊，哈，这是阮最人的。真大诶帮诶原则，就是要帮助大家诶这样平安啊，身体健康啊呢。这个李先生拄仔咧讲吼，一间厝，这个平数啊，看伫这个倒手平，啊，安尼较无好。唔是倒手平，是正手平。哦，正手平是两边哈。两边是袂使有变数，有变数迄是算变数，大家知嘛哈，较吵哈，就是两边无适合啊，较适合伫和平安尼。
你讲的这个量平是咱对起的正手平，还是讲迄个触向的那个倒手平？咱就是正手平。咱面向大门哈，面向大门正手平为量平啊，啊倒手平为弧平。啊，变数上好是爱伫和平。啊，新建嘛有人买迄、那个厝，因为咧用做建设公司起的，伊设伫中央，还是伫即个两边，啊，拢叫阮哥甲修改。但是安尼真相当麻烦啦，哈，因为变数的部门爱一个化学科啦、化学工啦，哈，这个是。较公司会较大一点点啊呢？哦，是是，所以各位这个海洋之声网络的朋友哈、哦，你听到这个李先生在甲咱讲的，就是讲一间厝，你这个大门你入去，就是讲这个正手边是叫做两边，哦，倒手边叫做弧边、嗯，所以边数呢一定要看伫这个弧边哈。哎、哦嗯，是是，所以。最简单就是讲，你入去，你对的这个门，就是你的倒手边，边数一定要看你这个，吼、哦，这个弧边，吼、哦，这个这是感觉呢，对你的大的这个啊、生活，还是讲你的这个啊、运气，哎、嗯，是是是，有较好哈、哦嗯。所以今天呢，李先生呢，那给咱报告这个啊、哦，基本的这个位置哈，诶、哦，这个地势哈，你讲到这个变数吼，啊，我想到讲过去我有甲这个朋友啊，伊咧讲，这个你的这个厨房诶，这个叫做灶卡诶啊，这条、個、做啊高速路也好哈、嗯嗯嗯，其他的这个路也好，嗯嗯就是讲袂使直接哦，甲你这个普通咱入去的这个门伫正手，咱的亲咱的这个叫做两边嘛，哦、嗯嗯啊，袂使迄个叫做灶呢，会当为个。后边呢，啊，就透过这个叫做头前这个门。哎、嗯，是是。啊，这个，那假使有这个现象的话，哈、嗯嗯，啊，对于这个住家安尼，哈、哦，有什么影响？哦，迄影响嘛真大哦。因为那是讲，咱的驾驶路咧切的迄、那个哈，切的迄个开关，上好是唔能对着咱要入去的门。啊，你这要入去的门，这出来底。重点哦，伊是会较会粗嘴，甲人粗嘴讲话，较无，那时也无拄好，啊，就唔是迄，唔是讲存心哦，要甲人安怎，啊，就是那安尼无听无当吼，啊，就会安尼去讲着去得罪着人安尼吼，口角方面，啊，口角方面，这个是会当受啦吼，但是平安方面，这方面嘛是真。这个就较无好啦，哈、哦！这个你若讲切啦，切啦，拄啊下着咱的大门，哦，咱为门厅，为大门为外口，那会当直接看到咱的教室咯，这是上无好的，上禁忌的。啊，你若是讲都有经过一个客厅。啊，再个经过一个走廊，走廊一般拢过一个走廊嘛，哈。啊，走廊再个经过，再过来看到这个路安尼哈，这个是较轻淡薄安尼啦，哈。如果若有这个缺点，咱就爱去买一个屏风，还是用一个什么物件哈，啊，甲扎咧，咱都如果那是走无法度人移，就是用安尼啊。啊，那是有法度人移，当然是爱移较开咧，闪较开咧，安尼是较根本安尼。好，你拄下讲的，就是讲，那假使有这个现象，嗯、就是讲厝的人较有迄个口角，对，口角，口角哈。好，安尼这个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呢，啊，你有了解无？好、哦，这是咱平时哈、哦，伫这个厝的时阵啊。哦，咱拢无咧了解讲，哦，这个灶街这个路是要安怎跨哈、哦，所以这点呢，啊，嘛，予咱大家呢有一个这个知识啦，哦，会使来注意哈、哦。嗯嗯。啊，这个都要跟你讲啊，这个叫做房间的这个装潢哈、哦。嗯嗯。
啊，我刷了就是讲要请教哈，这个李先生哈，就是讲有关咱这个要装潢，当然从啊首先爱做设计，啊是嘿，啊所以这个寸尺哈，吉利的这个寸尺哈，啊咱要安怎来选择哈，啊如何呢来做这个设计加这个啊装饰安尼哈，那是这个就是讲爱当场啊来您来规划来设计啊，那是讲目前啦哈，大部分拢是未变的啊哈，啊未变的诶厝来讲，伊为个建设公司无下力无下这个吉利的寸尺，一个时间啊咧哈，啊那这个问题咱可比讲变啦哈，咱如果那是讲真跨度。那是讲，都伫迄个食无理想的寸尺，啊，咱会使用个板啊，佮佮定出来，啊，定我讲安尼嘟嘟啊好，嘟嘟啊有力的所在，啊，这个就袂有信寸尺的人，这个就是，袂使真舒服，啊，你，咱大多啊冇讨讨论吼，可比讲神明啊。为个人要安神明，啊，伊都神明，伊敢无做迄个遐大嘛？伊吼，伊嘛是爱过闪条啊呢。啊，为个有条啊，有条啊，伊嘛是着爱啊去甲伊会甲定个平啊。啊，神明，神明都爱安尼闪迄个条角，啊，着爱过经过即、這个寸尺吉利个寸尺来施工啊。啊，何况咱是人呢？啊，着伊讲。这点啊，咱大家啊，就是爱相当去个注意啊呢。哦，感谢哈、哦。啊，你这个提起这个寸尺的问题呢，啊，好，我有想到了哈、哦。嗯嗯。这个过年进前啊，嘿嘿。啊，讲这个啊，二时上旬。哎，是的。啊，我都伫厝的呢，啊，当我吼咧、哦、处理吼、哦，啊处理就是讲，迄阵啊有这个咱的神位，吼、哦，甲咱的这个祖先的这个啊、神位，啊咧请咧请顿的时阵啊，啊我是有请教啦，我请教迄个袂金做，我讲啊要安怎处理，啊伊甲我讲，啊你那个拜拜咧吼、哦，啊就讲即马今日是日时，啊所以要啊请这个神吼。哦啊、上行了、啊，对对对，啊，你清洁完呢，再个个车都等啊，啊，我是因为咧清洁的时阵啊，哈、嗯，我有迄、那个，好、啊、像观世音菩萨的迄个炉啦，我甲刷叮当，啊，刷了这个咱的祖先迄、那个，好香炉嘛有刷叮当，啊，以你的看法就是讲，这个要甲车都等来以后，啊，咱要安怎改讲，我说。哦，已经该请到等啊！啊，这个这是神位，啊，那是这个咱的这个公妈哈，这个叫做香炉，啊，有刷叮当，啊，这那尊公啊，无该讲，伊有同意，爸爸同意，啊，这有啥咪关呢？对咱家的这个子孙啊，有啥咪影响？啊，这个的简单报告出来了哈，在正常方面是炉较无动啦，啊神明啦，神明较啊可以动较袂紧安尼啦。哦。一旦都动落去啊，咱就都动落去啊嘛。啊，咱较功夫诶，啊，佮看一下日啦，按落日啦哈，啊，再佮佮按落去安尼。啊，无你若是讲像迄个地理师伊按做啊哈。阮较功夫的，阮拢去买苏力控吼，甲改控调安尼啊，就是讲惊讲去甲动调安尼啦吼。这就是讲，地理师伊安好了后，伊有请神来，还是讲按仪式啊吼，甲伊念咒了后，这个路是尽量莫震动。嗯、我较早嘛是袂晓诶吼，我较早有迄、那个一贯道诶道亲哈，一贯道即你知嘛哈？一贯道较早就是一礼拜上少一个月拢超爱动两摆，因为初一十五哈，伊拢爱发落，爱搁甲伊迄个
香炉啊、香火啊，拢倒出来开啊，哈，开好清气啊。因为伊每一届请神拢爱发炉，啊，发炉就是有咧烧茶啊，上茶是先用烧茶壶哈，啊，含炉含咧香火啊，辣辣的，啊，再落点，啊，点起来伊烧了后，啊，伊就是讲请神的时阵，伊唔是讲用高香请，伊是用烧茶请。啊，烧茶请那是讲为明明上帝请到咱家己的祖先安尼来哈，这个烧茶壶拢几啊百支啊，啊，迄拢倒未过，啊，倒未过拢有迄粒啊，啊，粒啊就初一十五，就是一定倒出来太安尼，太好清气安尼。那是安尼，这个以前我以前都以因。那是讲，因咧讲诶，讲做老奸人啦，哈！因是讲迄个无禁忌啦，哈！毋过在我来讲，佫即迄阵啊，是我较少年，差不多二五岁迄阵啊，我真早就一个是拜神，哈，这个信佛。啊，二五岁咯，有迄阵啊，就有设佛堂。啊，迄阵啊来讲，我个迄句啊，嘛是较无去啊注意啦，哈！啊，慢慢就经过。因为我做装潢都是一挂地理师的吼来搞我看成，因拢叫我去做。啊，像这个有过来的啦吼，啊像即马有名的卢胜彦、卢胜安吼，伊即马嘛也火火啊嘞哈。古早的时阵，因兜嘛是叫我去啊做的啊。啊，伊住伫太平，迄阵啊的时阵，伊的厝经。啊！伊个门，达拄我讲个迄个门无下力，伊嘛叫我去个做啊有力安尼啊。啊！伊即马修个连生佛佛啊，吼！伊嘛做介较大，伊嘛是相当迄个性质完了，完了好做个啊。啊！伊嘛是完了有对这个力吼，嘛是相当有迄、那个去咧介经有力个安尼。啊，所以讲，那是连伊即马连生佛佛，伊是即马无咧讲，无伫台湾咧讲安做啊啦哈。那是较早有安过，嘛是国家伊个师啊哈，伊个师啊有一个，大家拢叫何秋定位哈，丁洪明哈，伊过来传予伊个徒弟丁洪明，伊伫台湾。嘛是那有需要修改，嘛拢叫我去安尼吼。啊，经过过来慢慢，这个有一直进修哈啊，修习哈，这个问题再研究讲，路尽量啦哈，尽量卖遐叮当安尼哈。这是今嘛慢慢。来诶，修炼啊！无以前我嘛不晓啊，攞到家一请出来安尼，太咧啊！这是咱爱改革诶所在啦。以前我要甲你请教，啊，即话即个咱诶祖先诶，即个香炉吼，啊有刷叮当吼，啊，咱嘛唔知讲，咱诶祖先是唔是有同意？啊，所以啊，像即个经营，好，阿要咱来弥补。啊，可以会干嘛讲？你的香炉呢？就是该采来讲，安尼有这个素食有戒。啊，那是这个问题哈，这个香炉大部分祖先的香炉拢偏神明的炉较特阿表，较低这是唔免讲哈，一定爱较低哈。啊，有个人未晓的哈，清净我较早未晓的嘛是。甲迄个神明路，擦成平平安尼吼，安尼是较无理想。咱就是讲，即、這个路爱比神明路较体下一丝啊吼，这是对一点神明一再一再啦吼。咱个公妈较会知，一再唔免讲在打呢吼。啊，搁在即、這个，你若是讲要了解讲有知无啊神公妈。有欢喜无？即着爱同款哈仪式，嘛是爱讲请老师看一下你哈，来过来安坐一下安尼。
啊，至于讲伊按伊欢喜无欢喜，咱是讲爱博杯啦哈，啊博一个讲这个心安一个安尼哈。这个哈是信用哈。啊，这是咱这个华人哦，包括这个哦，你讲伫台湾哦，有这个，好说中国人呐、啊、哈、哦嗯，还是这个有说啊客家人啊、嗯，还是这个咱讲的这个闽南人啊、嗯哦，就是台湾人、嗯，还是这个原住民呢？好、嗯，咱、哦、拢对这个道教还是这个佛教呢，拢、嗯、有这个信仰啊。哦嗯嗯啊，因为我个人呢，因为伫少年时啊，当然拢无即个，吼、哦，采即、這个咱的即个祖先，吼、哦。啊，就是甲几年前，啊，我就是讲啊，因为咱拢有开始，就是一家之主。哎，是是。啊，我是中主。啊，所以厝的人嘛，真即个关心讲，啊，你家也无摆一个，恁咱的即、這个，吼、哦，观世音菩萨，也是讲咱即个，哦，即、這个。行为啦，嘿嘿嘿，所以我差不多四五年前我嘛有刷登来台中，嗯嗯，为我的这个增卡里面呢，大概分零刷来安尼，啊，因为咱拢无了解，嗯，啊无了解，有当时拢咧吃这个豆丁哈，嗯嗯，啊，迄个香炉呢，都会刷叮当，啊刷叮当。咱唔知要咩叫处理，所以我嘛讲，有当时去问迄个卖金纸，啊讲要安怎处理啦吼、哦。啊，今日就是讲，即、這个拄则你有咧讲，就是讲，咱来博一个杯，嗯嗯，啊个请教咱的即个祖先，历代即个祖先，嗯嗯，啊讲安尼材料好无，嗯嗯，啊若好，就是讲有新杯，嘿嘿嘿，啊这新杯是讲，人以前讲我咧连续爱博三杯啦，哎，三杯是较好，啊若讲一杯，安尼敢会使咧？嗯，一杯是原来会使，但是有三杯较好啦。哦，较有确，哦，就确定讲，然后伊个祖先呢，啊，讲有同意啊。嘿嘿嘿嘿。哦，啊，所以这点呢，嘛，哦，各位这个网络的朋友呢，啊，你会当来了解。啊，如果你即马无咧，这个担当一家之主，啊，但是将来，啊，你嘛会去。这个啊，遇到这个代志哈，一定爱好、哦、有这个对这方面呢稍微有所这个了解的哈、哦。嗯嗯。当然这是慎终追远，这个咱这个传统啊，所以一挂这个地形呢，拢爱开始来学习哈、哦。啊，这个到这呢，我是讲我难过来的。休息一下，啊，饮一下这个茶，啊，放一个音乐，啊，再过来这个来谈这个有关的，啊，这个材料啊，要安那去使用。啊，好好好好好，啊，谢谢。
情，咱的真情路远。
各位这个观众哈，咱个倒转来咱的这个节目哈，啊，这个台湾母亲的名哈，台湾母亲的名是这个台湾百合文化协会的理事长王妍妍理事长哈，伊主持的，啊，因为伊今仔日要筹备这个啊，夜晚呢六点半到九点半呢，伫这个美村公园哈，就是五泉一街甲五泉三街中间哈，啊，距离这个叫做咱的美术馆呢，差不多500公尺，好啊，夜晚为六点半到九点半的彩排呢，嘛欢迎这个各位咱这个海洋之声啊网络电视的朋友，会当哈去参加这个啊彩排的晚会哈。啊，这个各位这个观众哈，啊，你咧收看这个海洋之声，好、啊、网络电视广播电台，啊，可能呢，恁拢无了解，有这个张医师来出钱出力，阁有咱这个幕后一个这个工程师英雄诶，这个林志景，啊，伫24小时呢。拢伫个遮来服务，啊，做即个义工，啊，咱嘛知影就是讲，要做义工，但是呢，嘛应该爱有即、這个，吼、哦，会当去，吼、哦，维持一个最最基本的即个生活，吼、哦，你嘛爱饲家庭，吼、哦，啊，所以，伫即个节目呢，啊，我特别呢，我尊敬即、這个啊张克忠医师，有即种呢。为这个咱的台湾的这个啊服务的这个精神，所以各位这个叫做观众呢，你若讲认同吼这个节目啊，这个啊海洋之声这个网络广播电台的这个节目呢，啊小弟安慰员呢啊嘛利用这个时间啊来甲各位呢啊做一个这个。宣布，就是讲，恁若要赞助这个台湾啊、哦、海洋这个协会呢，啊，恁会使啊来这个啊乐观，就是讲以这个邮政微波的账号，就是2250-9738啊，这个邮政划拨账号呢2250-9738啊。您随意的这个捐赠，啊，让好这个海洋之声呢，网络电视广播电台呢，哦，有真大的这个帮助。啊，你若要call in呢，会当拍空数2220-1798哈，2220-1798哈，啊，欢迎呢大家呢，好您的心啊来，好会当改这个援助哈，啊。捐助的这赞助的这个啊，哦，邮政划拨账号2250-9738，电话是2220-1798，哦，来联络，哦啊，感谢大家呢，哦，继续来呢，啊，我们要请这个叫做李先生哈，啊好了，啊对这个有关。你咧，这个室内的设计个装潢，哎有关的这个材料，哦，啊，你要安怎去这个选择，哦，啊，要安怎去使用，啊，选到较好的这个材料，哈，啊，我嘛请李先生呢，啊，你伫这个节目呢，啊，来甲这个咱的观众朋友呢，啊，来做一个报告。啊，谢谢。迄、那个。咱材料是分做真多哈，啊，即马就是要讲嘛，讲未完哈。咱即马单方面，干那讲价格就好，那是差不多。阮较早咧做诶时阵，拢是实木诶较侪啦哈。啊，那是即马慢慢即几年啊，三四年啊来，价格就分做几落。几落十种啊！咱咧即马有迄个夹棒角啊，啊夹棒角啊嘛有好有歹，夹棒角啊嘛台湾的印尼的啊咱大陆的哦足侪，啊敢若夹棒角啊
伊个角啊，恁若普通一般，我一只写了，咱大家袂要紧啦。啊，无这是阮做木工的哈，阮做这项的哈，你公开阮的利润，应用着阮的利润就无去啊呢。啊，一般有个客户，拢是讲愈俗愈好嘛哈。啊，你如果那是以阮来讲，当然你要爱阮俗，阮当然是用个上俗的材料。去时间啊，你唔知会吃亏嘛哈。啊，那是讲。看业主啦，目前来讲，我拢叫伊讲啊，无你材料，你家己看要买啥物的，啊，你较好的啊，你钱较敢开，啊，你就爱买较好的材料呢。啊，我就是家己包工的，啊，也做工的，啊，这都是那是安尼是算上好上好。大家两方面拢袂去来这点打对个呢？你若大陆的下角啊哈，伊个角啊铁钉啊钉了，有的就破去啊，甚至有的都无钉，伊家己本身就已经劈开啊，要夹板角啊哈，这即摆慢慢啊较有个啦，是。但是伊个夹板胶啊，甲印尼胶啊，甲台湾胶啊，甲大陆胶啊，啊种种迄拢差真侪啊呢。啊，所以讲这个问题，个板嘛是拢同款，夹板嘛同款，啊夹板嘛是有，夹板嘛有迄、那个啊同款嘛是有大陆、印尼、台湾。啊，夹板胶啊，有诶啊，你个胶啊也是板，拢同款。你那是大料诶，咱唔是讲批评伊料歹，还、啊、是即唔知应用着咱诶建商问题，爱政治方面，即那是讲了吼，那是啊，唔知会去得失着因为。啊，等下啊，下节无甲有诶去查，问到靠教我访问，安尼麻烦啊咧吼。这个练功哈啊，你大家这个海洋之声的广播电台的朋友，你若有兴趣啊，咱在当面来研究来检讨啊，因为这个是影响到大家的利润，惊去得失掉人业强项安尼哈，还是谢谢。感谢这个李先生哈、我即马就是我讲，这个一般咱拢是这个叫做夹板。哎、欸，对、嗯。啊，这个夹板呢，计小，甲咱实木的哈。啊。迄、那个计小呢，有差不多偌济，安怎比呢？那较早会夹板角啊出来哈。咱是木胶啊，一支听我卖伊迄个三支四支啦吼。哦。啊，如果那是即马是已经木胶啊，伊真硬啊，真较硬啦哈，伊较袂穿。啊，咱人啊吼，咱这个身体方面，虽然一个人遮大声，遮大。就会较无爽快，啊，那是夹板胶啊，即马师傅大家拢爱用夹板胶的原因，伊较油啊，较清气，啊，伊即马就侪人用，啊，介绍就当然就会慢慢一直调起来，一直灌起来，啊，那是即马的胶啊，差不多，伊虽然是较有人要用来讲，伊
伊嘛是要骨较俗，伊即马那是胶啊，实木胶啊，一支的价格就等于即马炒完啊，两支啊，支半只呢。啊，当然这是在人看法啦。那是以我咧讲时间的方法，我也是较爱实木胶啊。实木胶啊，将来性可比讲伊嘛较袂厚。啊嘛，较袂，生酒汤啥吼？啊，伊如果咱若讲定了无啥介理顺理想，啊，介小下卡一下，啊，咱是木架卡袂裂开啊，保证袂裂开。啊，若夹板卡一个卡就开开啊，必做平啊呢。就是差别差价呢、哦。对，你这个讲这个夹板哦，甲这个实木呢，啊，都要我想起啦哈。伫、嗯这个过年进前哈、哦，差不多一个月。啊，因为我这个灶卡哈，我是用这个或者迄个门、就是夹板哈。结果个。过去有迄个叫做鸟气啊，啊，走入去我的灶卡啦，啊，我一直咧想无咧，这鸟气是为倒个走入来哈，啊，我为迄个水坑，哎、啊，这水坑这个都无问题咧，啊，都无想到讲后边迄个门啊，结果呢，过第二届，我鸟气足大只哩啦，啊，我个足怀疑讲到底是为倒个来。啊，有一天我就讲好，总甲清清嘞。我为个灶卡后边迄个门，因为我的门这个前面阁有迄个用咱普通的梯啊，迄个做一个梯门。结果迄个梯门呢已经凹去啊。啊，迄个门插夹板，哦，有差不多有二十几年啊。啊，结果因为落雨。啊，就拢熬去，啊熬去，甲拍一个的话，下骹拢一坑足大坑啦，吼，啊，就是迄个鸟鼠拢为遐走入来啦，啊，就拢查无，到尾啊就讲，啊，总甲检查就讲，啊，原来迄个夹板咧，位喺面顶已经，从下骹开始的嘛，啊，暖到面顶去，啊，一坑就乌人人，啊，所以大只鸟鼠吼，像要甲迄个鸟遐大只安尼，走入来，啊，再个到尾呢？再去换这个实木的，啊！你讲啊，像这实木都是加差不多两三倍，最基本那两三倍计下哈。所以这个咱平时的这个咱的地形啊，啊，这嘛真重要啊。是了，所以你今天来讲这个节目呢，啊嘛，好咱这个电视、网络电视的朋友呢，啊，你嘛知影讲哇，这个有关的这个地形哈，这个材料啊。使用爱用什么款呢？哦，是用夹心板呢，还是讲要用这个实木的哈？哎，这个会使和这个咱的观众呢来做一个这个参考哈。过来就是讲，我要请问这个王先生，就是讲李先生就是有关这个咱这个要使用这个什么款的这个五金哈？爱伫用伫什么所在？啊，要伫什么所在呢？用较好哈，啊，较袂生鲜，啊嘛袂这个这个裂开，啊嘛袂这个有这个碰断哈，啊，等等这个问题呢，啊，我嘛伫家呢来请教这个叫做李义山先生啊来甲咱网络这个朋友呢。啊，大家来说明哈。啊，谢谢哈。啊，这个讲到五金，这个嘛是包含真大、真宽、真阔。咱那是五金方面，以像目前阮的夹板，阮那是我咧讲时间，我是拢用白 T I， 因为白 T I 是较袂新鲜啦。啊，如果那是但拄我讲过嘛哈，客户那是讲都。一直要俗的原则，咱嘛是有的人嘛是会用过普通的钉啊，普通的钉啊，甲这个伊会摩擦一下安尼吼，摩擦是摩擦，嘛是无较外理想，
当然是以用白铁上好，白铁来是较好，啊，较好是较好，唔过这个如果那客户都较欠的，哦，啊，无乎咱的成本较高的，唔过伊就做工课的人就较无利润安尼吼，啊，所以咱。这个问题嘛是同款哈，咱若有需要啊，咱则当面啊，你甲我两个来谈，因为这关系到讲厂商的问题，关系到阮同业的同事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你若拢共公开，哎，阮就无利润哈，哎，讲较特别的、直接的话就讲，袂输那敢那讲啊，家己来穿家己的后脚，啊，家己来先吹配安尼吼，一般的人拢安尼讲吼，啊，这是咱再来讨论安尼吼。啊，如果那是讲有这个需要，啊，讲到大家你讲几早起啊吼，啊，你无那方便，再搞下联络安尼吼。啊，我咧那是要搞联络，我手机啊那方便啦吼，咱我就报一下安尼吼，我的电话给0918021563啊，0918021563啊，这是我诶手机诶电话，啊，咱大家那有这个需要啊无，咱讲几早起。安尼，你也唔知道要教我安怎联络啊？王妍妍老师，伊嘛是真无闲，你要讲问伊，伊嘛是无时间甲你讲，甲你讲，因为伊即马是足无闲的啊，伊较代志较济啦。啊，那是我是较无代志的，我即马这个年纪来，虽然伫红博士。比起来，伊是比我较年长啦哈，啊，我唔敢讲我有岁人安尼吼，啊，你那是讲这个年纪，当然是爱以修炼为准啦。我即马是较注重哈来修道安尼，啊，这个方面我嘛是在咧学，啊，大家那是无啥气焰，啊，再来甲我互通，相互互通，啊，来甲我。感谢安尼，啊，感谢，谢谢。感谢这个李玉山先生呢，啊，今天来这个节目呢，跟咱分享吼，真侪有关，吼，咱的这个设计时间、甲材料的问题吼，啊，相信呢，这嘛吼，咱的这个观众呢，有吸收一点啊，这个知识吼，啊，因为这个时间呢，啊，差不多啊，吼。啊，所以在此呢，我阁做一个报告，就是讲，因俺伫这个美川公园，吼、哦，这个台湾百合文化协会甲这个台湾这个台语协会，吼、哦，啊，共同要伫这个美川公园来举办这个彩排的活动，就是伫个迄个美术馆，差不多距离500公尺，啊，就是五馆一街。甲五馆三街中间，那希望各位这个啊海洋之声这个网络电视的朋友呢啊共同呢来参加这个栽培，啊这个时间已经啊到这个一段落吼，啊所以阮甲这个李玉山呢啊来甲大家呢啊说一个这个吼下礼拜呢这个再会啊，啊下礼拜再会，感谢，好谢谢感谢。来哟、哦，未用只花粉，粉有香，花有红。姑娘啊，赶紧来买梦，装水水，通予你嫁好翁。
实有胭脂花粉兼主色，姑娘啊高官不免坐，唔忙你会当变成阮的主顾客啦。玲珑玲珑卖十四，第日头甲月娘哭哭死，走遍街头甲巷尾，无饮一嘴茶啊，拢是为着一家的大事。天山天山无苦的，免惊我。人生亲像八十岁，好歹加惊。